说的，好好笑，会不会唱歌？他要进入了一个怪怪的地方，太可爱了，他不会动，看起来怪怪的。来吃早餐了。嗨，现在呢是星期二早上10点，我们在最大的墨西哥连锁 Taco Bell 吃早餐。小桃子，卷饼好吃对不对？我觉得挺饿。看他小小的人拿着一大个东西在吃，就觉得好可爱哟。好多东西。有香肠、马铃薯、蛋、cheese。然后呢，我们来看看爸爸还买了什么。这个是 double chalupa， 里面有牛肉、绞肉，还有生菜。加去瓜球，瓜球啊，这一个。这个是肉桂，肉桂甜球。肉桂甜球啊，就看起来很像把披萨乱卷。对，弄成一个船的样子。他们这边的那个酱有4种辣度。这是小辣，然后中辣，它还有一个大辣是黑色的，然后小辣还是有点辣，小辣在这边是橘色的，橘色的 ，mild 是小辣。加完了，对，有什么？我只拿了3种辣度。对，点的是牛排肉的早餐卷饼，早餐卷饼里面还有蛋，里面有蛋、马铃薯、cheese， 这个也今天早上的吃的一样，一个六角形的一个卷饼哦。我想吃你的蛋。好啊。我个人很好吃，不会辣。我的那个卷饼搭的酱是有点辣的。那你吃我的。你试试看宝宝有没有辣。我觉得很好吃。好，来吃肉桂球了。刚爸爸吃了觉得很惊艳，是这样吗？没吃过啊，没吃过这种东西。外圈咬起来像是那个台式甜甜圈的那个口感，然后外面沾满了糖跟肉桂，里面会爆香哎，里面是奶油对不对？像是车轮饼的奶油，有看到吗？咦，奶油挤出来了，小孩一定会喜欢，小朋友你会喜欢对不对？我们试试看，哎呦，像是甜甜圈里面包了车轮饼奶油，好吃吗？哈哈哈哈，好吃，获得赞了。哇，小丹丹，你看你的奶油都跑掉了。我们就看小孩子吃东西都很好吃吗？他们都吃得一团乱，东西就算乱乱的，看起来就很好吃。要去动物园的路上，好偏僻哦。哇，我们现在到了。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到乡下了。我们什么都没有，连熬绿灯也没有，连熬绿灯都没有的地方啊，恐怖哦！哟，到了吗？旁边那个犀牛，到动物园了。哇，今天是平日哎，这么偏僻的动物园，竟然停车场有这么多车，好奇怪哦。我们到动物园了，我们到很多动物园，我们等一下会看很多动物对不对？嗯，你最喜欢什么动物？我最喜欢老虎了。那我们去看看有没有老虎。哇，这里有这么多动物，还有乌龟。那你最喜欢了是不是？还有乌龟，还有北极熊。哇，爸好可爱，长得好憨哦，嘿嘿嘿！要抚摸在晒太阳，好可爱。好好笑啊，他坐得好享受哦。超级多的。还有一个鸭鸭眼，你看。你觉得鸭鸭很可爱，对不对？为什么还有一个鸭鸭眼大？我们在喝水。哦，他们都打架哎！我们现在要先去找星星。Gorilla， Gorilla，
对，猴子喜欢，猴子不喜欢猩猩。猩猩也是猴子的一种啊。猩猩今天在那边休息，太热了。Oh my god！ 今天大概有30度吧。哇，因为猩猩妈妈在背小朋友呢。他在吃草，他说我好无聊，小 baby 对不对？那大家再见，好可爱哟、哦！我喜欢小 baby， 你喜欢小 baby， 小 baby 好可爱的名字。我想要你，你想要？我要把整个家都交给大家。那他们看得好认真哦，对不对？不小心掉，他在爬绳子。Instead of eating lunch today, he's going to show you lunch. Oh. So anytime we ask. 为什么大鸡我最喜欢的老鼠？对呀、啊，那你喜欢猫头鹰吗？不喜欢。不喜欢猫头鹰了，因为它吃老鼠，是不是？对 ，OK. No, save that for later. So he does, of course, eat other animals. 我们现在去坐游览车，然后这些动物全部就住在这些大草原上。我们在坐车车要去看动物了。哇，太多了吧！好多的，好好笑，他在唱歌。犀牛在那里也看到犀牛吗？犀牛是长得跟石头一样，犀牛跟石头长一样，好好笑哦。左边是犀牛，好臭哦，风吹过来都是犀牛便便味，好臭。If you look up ahead of us, red vultures with the darker feathers, but I do see at least one of our white ears are scavengers. They like to feed in very dark green environments. And it might not look like it to us, but they answer to us on the level. Stand up. Buffalo. He's actually going to stand out a bit, camouflage or blend into his surroundings very well. This romantic little pond here, maybe.They'll produce some nice, cute little swan baby, tough animals. And they're great. So it's kind of like owning. Time you see an animal with stripes or spots all over its feet, a predator approaching. Those other animals know that they better. They'll be so j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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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草拿出来，然后才能吃草，好笑。谁说给他一点草分？走，来过去抢他的头子，我不要给你。给我！要撞他，要把他赶走。他把他赶走了。他说：“我来吃。”碰我！为什么他把他赶走了？你没看到 baby 吗？没看到 baby 起来了吗？起来了。那个小 baby 耶。狮子不可能，所以我狮子姐在玻璃旁边睡觉。好。好近，都改了这个。啊，不要敲玻璃。哦，起来了。哎，我驾到了。阿贝，你下来，不要来了。他打到另外一个。他怎么也起来了？他起来了。哎呦，我打架了。他的最想来看点什么？我进去看看。他要进入了一个怪怪的地方，什么地方？是什么地方？这里好多蚊子啊！那个就是蝙蝠。哎呦，这个是娃娃啦，吓到了。那个大弟弟水果吗？对啊，吃水果。好大！哇，这个好大只。肥滋滋的，在我家的地板有狗狗啊！我靠，那里的人，颠倒在吃水果，屁我屁，还有这个我屁，为了打屁哦，那就这样，还吃我屁。
为什么其他都在睡觉，就只有这个在吃东西？我好饿，我好饿。这边有一个儿童的跟动物的互动区。羊妹妹。Because you go with their hair, not the other way. Hello. Hi. 羊妹妹你好。No, she has that red. Cut this little block for her, Mama. Goodbye. Asia hair.Goodbye. 可爱，对不对？我的毛很整齐了，没有压梳啦。他好享受的样子。好喜欢。这个毛好干净啊。挠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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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挠。肚子，你看他的肚子好大哦。对。这个也是大肚子啊！对，每一只都这样哎。我们到这边的导览人员说，这只白羊它的毛就是真正那个拿来做衣服布料的羊毛，就直接从它身上用梳子把它梳下来。最软的部分是在它脖子周围。我们去摸小 baby。好。你是小 baby 还是老公公？小 baby。可是它长胡子了啊！它只留了山羊胡。是。好可爱哦！你在吃什么？你在吃什么呀？它在咬草吧？对呀、啊。它怎么像狗狗一样在挖地板？它像狗狗，挖一挖就坐下去了，很舒服。它休息，它想睡觉了。这边好多羊妹妹呀、啊！你看妹妹，羊妹妹。耳朵把你头发弄走。你笑成这样。没没有哎、欸，没有哎、欸，他睡着了啊。对啊，他在休息啊。那为什么会打我？他觉得你是苍蝇。因为有脚的是山羊，然后这个没有，哎，这个也有脚啊。他的踢的方法跟 A 群一样。A 群的知道。咦，好踢！他说你堵住了啦，赶快出去。出去，我要出来。他们出来了，好好笑，对不对？我全部都跑出来了。出来了啦！好大力哦！摸一下，哇，毛好舒服啊！你在抓痒。你要干嘛？巧克力，真的好多巧克力啊！来，吃一个。还有你的巧克力。巧克力，不要，不行。我去老虎的。看、啊，老虎的家。对，感觉我们好像要去什么厉害的地方。哦，走一走，老虎就会扑出来的。这里是各种动物的旋转木马，可能坐一次要$6。那种那个是老虎，对。我要一整天一整天都坐，一整天都坐。我们现在在旋转木马里，小桃队，你知道你坐的是什么吗？花豹。花豹，我们来看一下。呜呼，花豹还有吃鱼。你有看到你的花豹在吃鱼？没有，这个不是花豹，因为它没有那个蛙呀。这边有，这是花豹，是水獭，水獭在吃蛤蜊。前面还有 zebra 斑马，还有花鹿。哇哇！妈妈站在旁边陪它。你看，对啊，你有很高。好，我们现在呢要做第二轮了。小桃子，你现在在做什么？滴滴，你看，星星吧，好可爱哟、哦！有好可爱吗？星星说：“小桃子，你好重，你好重，我跑不动了。”小桃子，跑得
很厉害，对不对？我等一下还要再做一个，还要再做，这么厉害，你要做谁？我等一下，我要爱鱼。哇！然后拍照一下，拍照一下，好，一二三，耶！今天呢，就是旋转木马做到宝的概念。小查德，你现在在做什么？挖黑豹，你看，黑豹，哇！这是最后一个了吗？不是，不是。那你要做几次？我要做100次。爸爸 ，Hello。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这个 Safari Park 看了很多的动物。有没有觉得这里动物还蛮幸福的啊？他们的居住地是很宽广的一整个园区，但也是因为他们那个园区整个规划比较宽广，里面都有树，所以到每一个区域都要找一下，老虎在哪里？然后逛了一圈都没有看到动物。所以也还蛮有趣的，可是看到动物们这么快乐的活在这里，我觉得好像也还蛮好的吼。所以呢，如果你是喜欢这种野生的动物园的感觉的话呢，就可以走来这边走走咯。然后今天最开心的是小陶德看到他最喜欢的蝙蝠，因为他每次都跟我说要看蝙蝠，可是其实去哪里找蝙蝠给他看啊？好，今天就让他看到了蝙蝠了。我觉得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教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到附近去走走。是不是妈妈很辛苦？现在换你再推。好漂亮，对不对？这蛇好漂亮哦。它的亮片是会变颜色的蛇，好可爱，对不对？你觉得变绿色有可爱吗？有啊，绿色也很好看。那这样有没有很漂亮啊？你看，漂亮吗？你看我。很好玩是不是？好，那动物园5点就关门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到旁边有一个 shopping mall 随便吃一点东西咯。小超在没有肚子饿？没有哦。有吗？没有。你想睡觉了？现在在 San Diego 的 La Jolla 有海豹吗？小陶都已经睡觉了，睡着了。那个海中央的山岳，这时候竟然有人还在冲浪，很冷哎。我们以为它是海豹。下面一堆海豹，好像一堆石头荡在那里哦。我们刚刚在另外一头，然后感觉好像没有海豹，他们以为涨潮，他们都游走了。对，结果在这边，全部躺在那边，好像不会动，看起来怪怪的耶，怪怪的。小陶德，要不要起来看海豹？起来看海豹好不好？好，那你不要怪爸爸妈妈没叫你起来哦。天哪，我觉得这个景色大概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啊！好可爱，超感动的，咚咚咚。我的背后全部都是海豹，好可爱！他们在睡觉吗？怎么都不会动，然后还有好多海鸥就在旁边飞飞飞，太可爱了！虽然开车开了40几分钟，但是看到这一幕就心满意足了，超可爱的。分享给你们，祝大家每天都能够吃得圆滚滚的，像他们一样咕噜咕噜咕噜。好喽，拜，我们下次见。接下来两天我们都还会在这边San Diego逛逛，然后再看我的影片喽。拜，喜欢影片可以按个赞，拜拜。